以为的小屋砍价版《本草纲目》。看着女王在虚高价都被抑制，发现虚高价格就发生潜意识。然而现实是，东北边境在噔噔噔噔。我觉得我吐字很清晰。砍价女王在砍价，砍价女王在是砍价女王，怎么回事？砍价女王在。如果话说在是看家看家看家是看家。看着你们在虚高价都被抑制，看着你们在虚高价都被抑制，发现虚高价格激发生潜意识。原来我是一只憔悴的蝴蝶，你的那一只是。